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韩院长啊，因为他没有昨天没有进去院长室，然后就被民进党攻击说，哎，怎么上班第一天就没有来了？那是会不会觉得说这个黑韩产业链是不是又在起？因为明明礼拜五就是没有会议啊。对了，因为院长主要是二五主持院会嘛，那没有主持院会的时候，他有他的活动啊。他有他自己的可能要拜访啊，或参观啊，或处理他自己的这个事情啊等等哈，都有可能了哈。所以最重要是二五院会，他主持啊，那有没有去啊？然后主持的好不好，这比较重要。不过另外有的时候经常也是由副院长来主持嘛，你选出一个副院长，你不可能什么事都院长自己独霸啊。所以呢，院长副院长本来就是交互啊，所以我觉得第一天就盯着他哈，也没什么道理了哈，因为。他，你可以想嘛，第一天一定很多事情要忙了啊，可能他要找秘书长啊，要拜会之前的一些前辈啊，然后处理一些事情了啊。不过我想基本上，当然也，韩院长要小心一点，就是大家是眼睛盯着他在看，我是觉得黑韩的这些人士呢，并没有消去啊，还是现在又集中起来哈，盯着他看啊，所以他也必须要很谨言慎行，要很小心，任何事情都会给人家放大十倍百倍。会不会觉得大家未来可能都会守在这个院长室的门口，然后盯着他，会不会每一天都有来上班？也不是不可能啦，特别开始的时候，一定每天盯着他，几点进办公室，几点离开办公室，这院长也很辛苦的。那秘书长的部分找到这个周万好像蓝绿都还蛮肯定的。因为他是我在立法院的时候，他就在立法院了，他对立法院的议事规则非常娴熟了啊。那大家知道，在立法院呢，议事的攻防常常议事规则蛮重要的，议事规则熟，有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四两拨千斤，所以我觉得周万兰也不错了啊。那也用他也是实至名归嘛。同样是这个人事问题哦，这个民进党有宣布了新的人事案哦，把这个副秘长是由这个败选又因为这个论文抄袭然后被这个撤销学位的何博文来担任，但是因为之前这个赖清德才刚说这个违反学伦会有最严厉的惩罚，你怎么看这个人事案？我觉得对民进党以及民进党支持这些都不重要了，比如赖清德的违建到现在为止大家也不在乎嘛，他还是当选了嘛，他反正他里面的人不管怎么抄啊怎么弄啊，好像他的支持者无所谓，因为支持者无所谓，所以民进党就无所谓，所以赖清德就无所谓。昨天是立院第一天上班嘛，那个韩院长没有去上班，是忙什么？其实他昨天有上班啦，那他在忙一些立法院的，目前因为前天我们才刚宣誓哈，选出来宣誓，所以昨天很多内部的人事安排，包括秘书长这些，所以昨天我的了解是，秘书长部分其实已经确定了，那我相信他也会对外来宣布哦，因为这些人事必须到位，很多事情才能展开，包括2月5号星期一我们也会有这个第一场的朝野协商，所以其实工作都是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而且民意代表也好，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也好，其实我们就是基本上全年无休，那只是说工作地点不一定在立法院嘛，更何况昨天包括像现在周末，其实立法院也没有开会，但是我们都会在其他地方继续为民服务的工作。
Thank you.